瞬间，闪回到你青涩的脸，似水柔情的画面，怎么不思念？回到暗巷，浮动从前，凝固点，却道不行热一遍。少悲凉到尽，还不如初见。若只如初见，好像一切就在昨天。那么爱我的你，近在眼前，说不出的强烈。若只如初见，只但愿你。马上就要出嫁了，只可惜爹爹不在。妹妹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哎，我自私呗，我心里舍不得你嫁出去。妹妹，我觉得老天还是挺公平的，你这么漂亮善良优秀，虽然你看你最终还不是找到一个很好的归宿。林公子一表人才，他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我一想到你马上就会过得很幸福，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要过去了，再也没有什么劫难了，我心里就为你高兴。张了，像一个吧？要不，哎，他们马上就来了，快快快，像一个，像一个！哎，你看，看看，快，快点！你求我？啊，求求你了，像一个啊，像一个！啊，我不行的，我不行的，我真的不行的，我真的告诉你啊，你跟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。哎呦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大哥，我真的不行啊，大哥，我不行。哎呀，我紧张，我紧张啊！我紧张！只有你行。哎，你演过戏的，坐。哎呀，我心都快跳出来了，一会儿就过去了啊！等别动。哎，舅舅啊，快过来！这些人有没有问题？靠不靠谱？哎呀，没问题，
这些人呢，全部都是我找来的。哦，那白眉婆呢？郑先生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呢？啊，这新郎官是女扮男装的事情，你快给他摸，我刚才一摸，他们软绵绵的。嘘，多少钱？娘子啊，我们是才子配佳人，是天造的一对，地成的一双啊。从今往后，我要与娘子成双入对，吟诗作画，同享鱼水之谐哦。不行，娘子，官人还不能这么急的揭你盖头，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，官人尽管问就是了。但娘子，你要如实回答哦。娘子，我听白媒婆说，你之前拒绝了白媒婆替董其昌的求婚，这是为何？官人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当然要问。我是想啊，那董其昌在林某之上，你却拒绝，这是为何？董其昌在不在官人之上我不知道，但他就像天上的一片云，云友不喜欢那种抓不着够不到的东西，云友希望只要一个
像官人这样实实在在能过日子的人。那董其昌是一个不实在的人吗？我听人家说，他专门为了你去京城找你。嗯，难道他是虚情假意？官人，难道您认识董其昌吗？为何总是要问他呢？不熟，我怎么会跟他熟呢？我只是想问清楚，你跟董其昌之前的事，我怕影响了我和娘子的美满生活。云游已经是官人的妻了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是是是，不担心。将兄，你说他们两个人独处这么长时间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季如，季如，回房去吧。我不去。哼。你说这天素和云友，哼，能干出什么呢？你说他们两个姑娘家的能干出什么事儿啊？我呀，是担心云友知道我们骗他会生气。哎，要不然，天亮了，我就找他去解释。那等天亮再说吧。啊，走走走，快回去歇息吧。那你先回去吧。我一会儿回去啊。去。陈公子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妙香小姐，你跟我家林兄弟送壶酒去吧。小两口正甜蜜呢，我去不是捣乱吗？不去。哎呀，我那个弟弟啊，太害羞了，怕他过不了你妹妹那一关呢。好吧，就当是帮我妹妹了。哎，好。来，给。妹妹。林公子怎么还没有把新娘子的盖头掀开呀？我在问娘子一些事，一会儿就掀。妹妹，是林公子的兄弟让我进来送酒的，你可别怪我。姐姐，这里有官人陪我，没事的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娘子，是否想与官人对饮呢？官人，你把我的盖头揭了吧，这样我也好与官人对饮。不行，官人还有几个问题要问娘子，问完再揭。娘子，你是否与董其昌在京城见过？云友不想回答。不行，必须回答。官人，请你不要逼云友。真的不说？不说。当真不说？你到底是谁？天素，姐姐。你们云友姑娘，怎么会是你们？
你没听出来是我的声音吗？天素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也好想你啊，姐姐。妹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们这你是个女的？后来呢？你就这么走了，放弃了董其昌，放弃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。后来我就回到了杭城，开始卖画招亲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糟蹋自己呢？我不是糟蹋自己，只是不想与董公子再有任何瓜葛，不想他为了我牺牲本来应属于他的一切，更不想成为他的累赘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割舍了，彼此也就心安了。割舍，你们这份爱情，是你说割舍，就割舍得了的吗？你说你放弃了，但是，你有没有问过他，他能不能放弃？天苏，你别再劝我了。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姐姐，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今生非董其昌不嫁吗？我跟董公子的缘分已尽，能与他爱恨一场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上苍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恩赐，我杨云友不能再奢望更多。我只希望他能够平安幸福就足够了。哎，真是的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。姐姐，你可以不去争取，甚至舍去你自己的幸福，去成全董其昌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离开了他，他能幸福吗？以他的性子，他会平安吗？你说话呀！依我看来，我就应该写封信给他，让董其昌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。你们两个人干脆远走高飞算了，惹不起，咱还躲不起吗？朝夕真是当朝首府的千金，我们躲不过的。大不了落草为寇嘛，我陪你们，就算再难，也总比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强啊。妹妹，虽然你跟陈公子经历了风风雨雨，但总算可以双宿双飞了。姐姐，我还没有给你们道贺和祝福呢，哪天我和妙香一起去夙愿，好好给你们庆祝一番。现在着急的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你的事情不解决，我们大家开心得了吗？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再为我的事操心了。那你打算还继续嫁人吗？也许吧。
不行，在没有收到董其昌回信之前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。天素，我要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跟董其昌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希望你们再管这件事情了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好，好，我再也不管你了。不能这样。妹妹，你还在想何林小姐的事儿啊？哎呀，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？坏人骗咱们，好人也骗咱们。姐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别再待下去了。也好，那我们要不要当面道个别啊？不用，我留一封信，趁他们来之前，我们悄悄地走吧。说咱们这样合适吗？人家林小姐是想帮你，江老爷也是一片好意啊。先不说这事儿了，我们回家。哎，没想到云友和思白在京城遭遇了那么大一场劫难，云友心中的痛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。你看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劝劝他。江兄，你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已经劝了姐姐半天了，都无济于事。我看姐姐啊，她已经心灰意冷了。季如，我真担心姐姐，她。要是思白回来就好了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即使董公子回来了，姐姐也不肯见他的。他已经把心结啊系得紧紧的，根本打不开。那怎么办呀？要不，我们一块儿去劝劝女友。姐姐，你也很久没见你父母了吧？对啊，咱们走南闯北这么些日子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。等杨老伯回来，我还真想回家看看他们。姐姐，你拿上这些银票，回家陪家人一段时间吧。然后再来陪我。这也太多了吧，我也用不了啊。不行，你得拿着，没有你，我杨云友哪能赚这么多钱？我们一起打拼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，也该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，尽尽你的孝道。妹妹，我们要先跟了你，再苦也快乐。你知道吗？在认识你之前，我被世公欺辱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。是你救了我，过着属于我自己的生活。
我妙香头一回像人一样活在这个世上。姐姐别说了。妹妹你让我说这些话已经憋在我心里头很久了。每次我看见你熬夜作画，为了我们生计奔波，为了黄天界买官，为了挣钱，你善良的样子深深地打动了我，是你让我变得坚强起来的。你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的贫贱，真心实意地拿我当姐妹。姐姐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。妹妹，我走了以后你要记住，你画画不要太辛苦，不要废寝忘食，知道了吗？我会快去快回的。姐姐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。老伯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会着凉的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莲儿啊，我老伴昨天给我托梦来着，说他一个人在那边又冷又饿，还受人欺负呢。那我去买点金银纸钱给大娘送过去。他还问我女儿现在情况怎么样，还说我没良心，都不关心他。到底是不是杨向下？哎呦，不是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胡搅蛮缠我就告官去了。杨向下，你一定是杨向下。你才是杨向下。哎，不能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往后的生活又有什么意思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好像上天偏偏与我作对。娘，你说人有下辈子吗？如果有，我愿拿今生的苦行修来世。总听说杭城的西湖啊特别漂亮，你跟我说说西湖到底什么样？土豹子，你没听古人说过吗？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都听不懂，果然是土豹子。江先生，陈公子，天素，云友理解你们的好意，我深表谢意，请原谅云友的不辞而别，顺祝各位安康。姐姐不辞而别是不想听我们劝啊？看来她是心意已决呀。走，
我们去云友家看看。嗯。上锁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来迟了。四白应该收到信了吧？我们等他到了，再一块找吧。哎，屋漏偏逢连阴雨啊。师公被判了斩刑，他一个人的日子怎么过？师傅，你停一下，你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也想你了，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来，我扶你坐下。柳香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才过来看我啊？夫人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糕点。这些纹银，您先拿着用。等我过段时间回家安顿好以后，再回来看您。哎呦，妙香，你可真好。可我这儿啊，什么都不缺。昨天我儿子啊，拿回来了好多东西，我也吃不完，用不完。妙香，你呀，还是把这些东西啊，拿回家去吧。啊，夫人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老板回来了。是啊。大人冤枉啊！明察，大人，你们不是成天在一起吗？还一惊一乍的。夫人，啊，你有几个儿子啊？我就贾人一个儿子呀，你是知道的。怎么了？啊？夫人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妙香，妙香！哎呦，这孩子神神叨叨的。师傅，快点走。好嘞。站。站。怎么，
不认识我了？看仔细了。怎么样？现在认识了吧？妙香，你们俩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呸！你会遭报应的，就连阎王爷也不会收你的。哟，妙香，托你的吉言，阎王爷倒是想收，但是他开不了收条啊。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！妈，妈，接着骂，骂个痛快，待会儿让你死也死个痛快。云游妹妹，你可千万不要回来，求求你不要回来。你们两个贱人，贱，哼，非要跟我作对，啊？你说你当初，你们要是从了我贾人，不是也挺好吗？我一定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这日子一定是红红火火。可是，你们两个不识抬举，非要逼着我贾人动粗，非要逼着我先奸后杀。你以为我忍心？这事儿，我现在已经左右不了我自己了。我只有摆脱二位，到了阴曹地府，可别怪我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小姐落在这恶鬼手中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畜生！我这还敢骂我？王八蛋！你再叫！我撕烂你的嘴！叫！我让你叫！畜生！再叫！畜生！打死你！你个王八蛋！你个王八！就你耍这点小心眼，吓唬小孩还行。哎，哼，杨云友。我哪一点不如董其昌了？他董其昌有的，我有；董其昌没有的，我也有。杨云友，我就等着你回来，弄死你！小个屁，你也跑不了！我拎着杨云友的人头，回了京城，当了大官儿。到那时候，董其昌跑。齐昌的全家都跑不掉，你们谁也跑不掉。老子要让你们五马分尸，不，老子要把你们千刀万剐之后再五马分尸，这样才过瘾解气。妙香啊，乖乖的，别徒劳了，好吗？云九小娘子还没回来，我就跟你唠叨两句。哎呀。我就不明白杨云友是怎么想的，怎么被董其成迷了心窍。我们都是一个爹生的，董其成若是真爱他，为何去京城做官还招惹上首府的女儿？啊，我嫌弃过他吗？啊，你说我对他不好吗？他却不知好歹，几次三番置我死地，还敢踢我，宰了你！这踢我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妹妹，快把她绑起来！啊！妹妹，咱们报官吧。不行，报官没有用。姐姐，你想干嘛？不能再留这个恶魔了，他会毁了我们所有人。我来为民除害，往后站。
妹妹，这里我们也不能待了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先回兰溪老家去，等我爹回来，如果等不到我就出家。出家？妹妹，你说我们的命怎么那么苦呢？姐姐，你也回老家去吧，如果阿福回来你就嫁给他，他是能疼你的人。妹妹你别说了，如果你要出家，你等我回家看完家人，我便跟你一起去。你别傻了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尘缘已尽，不想再与红尘纠葛。可是我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那么孤单。你可以经常来看我啊，再说了，有画陪我，我不孤单。去的那似水年华，蝶儿一脸疏雨。